之所以选择做跷跷板，是因为在儿时的时候，我爸经常会陪着我一块玩跷跷板，他那个画面其实一直在我脑海里边留着，就说历历在目嘛。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，再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他能感受到爸爸一直是这么的深深的爱着他。 就是家里面传的吗？